纠结颜色的哈，老铁们，我教你们怎么去选择颜色啊。三个都选，一样买一个。男生的话就不用选，就直接拍蓝色就行。如果比较个性的女生的话，拍蓝色也可以啊。然后白色的话，就是有的女生比较喜欢干净一点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可以拍白色，这个白色你也不用担心就是脏了怎么办呀，是不是啊？它是磨砂质地的，脏了之后一擦就干净了啊，一擦就干净了，非常好了，铁们。然后你要家里有女宝宝的话，可以拍一个粉色的啊，就小孩子的话，给那个上学的学生啊，是不是女孩子呀，拍个粉色的挺好。就你要是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女生长大成人的女生，我觉得拍个白色比较好啊，拍个白色比较好。这白色你看配衣服也很好配，这白色也百搭嘛。你穿个蓝色的衣服，穿个黑色的衣服，穿个彩色的衣服，什么颜色衣服你都能搭配这个白色，是不是啊？容易掉漆吗？不容易掉漆，帖子，嗯，是不是啊？它很好看，可以挎，可以提。俺喜欢蓝色，可以的啊，蓝色也可以。嗯，我想给我爷爷拍个粉色的，可以，帖子。我看你是不想买，我看你是，蓝色也可以，看什么？这提着，你看多可以，老铁，多可以啊，多可以啊。保温杯哈，铁子，保温杯。蓝色女生可以，我就在用蓝色嘛，1000毫升，铁子们可以装2瓶矿泉水啊，不漏，你放心吧，用吧，老铁啊，不漏，老铁啊，多大容量？1000毫升啊，保温6到8小时，39.9块。